成点事吧。后期又做了个 PPT， 结果还忘上闹钟了。进展到哪一步了？都进完一圈了，您赶紧啊去进个决道的戏。不是，啊，我喘口气儿。你好，他的意思是创造关系。哎，那就是吕姐的女儿吧？啊，叫什么？青青是吗？啊，这孩子真厉害啊！你说说，妈妈结婚竟然还带着书。吕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没有没有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发酒。啊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得贵子。还早生贵子？你以为我十八呀？啊，姐您不是十八吗？这张嘴会聊天，实话实说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位是何家如，我们的创意大拿，想当年我把他招进来的。这位是叔叔好，咱们见过的。我刚入职那会儿去你们家送过一次材料，就是您给我开的门。那会儿您头比现在白，你染头了是吗？年轻多了，看。怎么了？这是姐夫。姐夫。哎。要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，你看你们就夫妻相对，吕姐长得就像她爸爸，您看您长得也像她爸爸，所以就像，那我是不是说我自罚一杯？客气。我再罚一杯。我干了。喝酒呢？要你管，乐乐，妈妈告诉你，妈妈要上小学的时候啊，因为生日的月份小，老师不肯收我，给别的小朋友出的题啊，都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，到妈妈这儿怎么样？说45+6等于多少？妈妈多聪明呀，我脑仁多大呀？啊，直接告诉他51。老师没办法。只好收了。哎呀，乐乐呀，你长得好看随我，性格温和也随我，就是不知道智商随谁。告诉妈妈，45+6等于多少？51。太聪明了，到底是我的女儿呀！哈哈哈哈哈。脑袋有点缺血，清醒清醒。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这姿势。我心情挺好的。媳妇儿啊，你想明白了，回头咱们找个好医院啊，挂个号，可陪着你一起去做。我还没拿定主意呢，你就替我做决定了。你的酒都喝成这样了，你还没做决定？什么态度啊？生气了？没生气。不应该呀，你不是也不想要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想要了？
你说了，你那天就说你不想要啊。那是你先说不想要，我后来才说的。我说可以，你说就不行，这是你惹的祸。什么叫我惹的祸？都是成年人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舒服。你说什么呢？行行行，我惹的祸，我惹的祸。行，知道错就行了。你下来吧。我不。你这么处着不累啊？这是对我冲动的惩罚。下来吧，没喝酒。你少蒙我。哎呀，我真没喝，你闻闻。我喝了一肚子白水。哎，你给我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，下来吧。脑袋瓜嗡嗡的吧？不，你真没喝呀？真没喝。不，那你跟我折腾什么呢？我这叫折腾啊！我告诉你，吕静才是折腾呢。你知道她嫁了个什么人吗？干什么？特级教师。你挺好吗？快60了。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教，就为一家教，嫁一糟老头子，这吕静也太狠了。就这种同事啊，离他远点啊，太吓人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为母则刚，换作是我，我也能为孩子豁出去。你可算了吧，你还豁？这生个二宝你都瞻前顾后的，你可没那魄力。你可别激我，激将法在我这儿不好使，我明天就去挂号。媳妇儿，行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以为你喝酒呢，我才那么说的。我也不想啊。合着好赖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。那你到底什么想法啊？我心里没底。